你哋睇见吗？你哋感觉到吗？佢哋嚟咗香港啊！相信好多圣斗士嘅粉丝都收到风，时代广场会喺8月8日起举办圣斗士星矢30周年展览。不过唔使等到下礼拜一，依家就同大家入场睇住部分好嘢先。今次活动最大嘅揭秘咧，就系展出多款1:1嘅圣斗士雕像，当中嘅神圣伊清同伍小强仲系全球首展。自问系忠粉嘅话，点可以唔嚟同星矢佢哋合照 selfie 啊？早前在秋叶原展出的1:1黄金圣衣亦都会在今次活动到现身，当中的金牛、水瓶、处女、狮子和双鱼座提前在今日亮相，想看完全部12宫的话，就要留意下个礼拜一东网的报道了。嗱，预告埋你知啦，今次活动仲有好多别注版产品即场开售，下个礼拜到场朝圣之前，记住准备多啲银蛋啊！